晚年試驗時間11:59。OK， 而家時間即係12:00，即係9月29號星期五。啊，天氣報告就話預計有一個冷空氣，即係呢個強東北季候風嘅補充抵達我哋，稍微涼翻啲，但係有雨啊，落雨啊。先講翻啲嘢先，即係9月28號，即係佔中3年啦，喺正日，即係話2017年。即係你回想翻，即係喺5:58，即係警方一共就呢個掟出咗18、17枚嘅催淚彈，即係嗰啲人啊，就喺呢個政府總部默哀，即係喺嗰陣時間就默哀，就係嗰個時間就係警方用催淚彈驅散，即係本身預期咧，佢哋。佔領一日之後就會走啦，點知唔係？佔領到第79日，即係12月嘅15號。佔領幾耐啊？佔領足足3個月啊，就嚟3個月，可以話3個月。好懷念，即係我喺2015年9月28號嗰時翻屋企咧，無意中邊度見到有一個人撐住把黃遮，撐黃遮咧。我就一定知道佢一定係再支持佔中，因為好簡單，即係如果正日佔領行動幾週年，佢一定會派嗰啲黃絲帶。即係我2014年，即係我訪問嗰時睇到我小學 friend 一個 po 咗，我真係好火滾，好火滾啊！你班人真係～即係明知即係呢個佔中係非法集會，但係佢哋都唔聽啊！非法嘅其實係，跟住嗰陣時就已經好多人咧喺 Facebook 發布咗呢個黃絲帶，即係一個成鳥粗 L 字型嘅黃絲帶，好多人都放呢張嘢，即係個個都係齊心協力，有啲人放藍絲帶，即係放黃絲帶。即嗰陣時，之所以快佔中，因為呢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嘅83嘅決定，佢哋唔滿意啊嘛。即於是就快佔中。即係諗翻呢件事，我一定算係幾懷念。即係嗰三個，即係呢個邊個啊？呢個周永康啊、羅冠聰同黃之鋒，佢已經坐監，佢仍然都係聲望於佢哋。唔通3年之後又想搞一次集會，佔中集會？啊！先走去跑一步。唉，今次 MVP 真係有黑仔，走咗個外掛入嚟，即係我0次 MVP。我其實唔想笑，知唔知啊？因為笑唔落啊！OK， 但係睇之前預，就即係頭先翻學嗰陣時預告咧，今日即係話今日29號，有個女嘅插班生會轉入嚟，即係佢由元朗嗰間唔知邊間中學轉過嚟嘅。但選修堂又係依照佢喺嗰間學校度咧收過咩科啊？最緊要就係佢咩佢點嘅樣啊？又話佢好斯文，好斯文喎、啊。又話佢即係最問題就係佢會坐邊？因為好簡單，我哋班裏邊曬一個人已經坐滿曬，佢淨係得前面有位，所以佢永遠都坐前面。哇！千祈唔好坐我隔離啊，坐我後面前面啊！即係次次嚟親嗰啲插班生都永遠坐我後面。咁巧，即係其實之前即係以為咧係 C 班嗰個女仔係轉過嚟，即係嗰個成日著體育衫，又話未註冊，咁點解未註冊？我見佢喺個組嗰度排隊，
成日著體育衫嘅，即我就覺得即係嗰陣時候就我哋班人就以為係 C 班嗰個女仔轉過嚟，我哋以為 C 班嗰個轉過嚟，即刻就要即真係當佢係多嚿魚，即係話 A 班多咗一個人，即係多嚿魚，多嚿魚啊嘛，多嚿啊嚿啊嚿啊嘛，多嚿魚嗰啲，即係你掉一個唔讀書嘅過嚟，事實上我哋真係唔讀書。即係即刻講埋七樓見啦，唔該。即係過但係過山，陀螺威龍啊！一個動作劇，全部走曬七樓大石過山跳落去啊！所以話萬眾期待就係聽日到底呢個你要炒翻山係咪真會見到咧？好似聽到話花會見到，我試下先，試下睇下我哋班裏邊。有冇一個有冇一個女仔我係未見過啊？如果未見過，我就真係知道佢炒翻身。話歡迎，佢話歡迎加入我哋啊！歡迎你啊！真係歡迎。即係計日，即係計十月八號嗰陣時候，已經預計一個內地炒翻身就插入嚟我哋嗰度。即係喺第一日翻學日，2017年嘅1月3日佢就正式加入我哋。佢由內地讀中四，跟住又翻返嚟讀中三，所以。內地的出曬名是中英數，跟住物理、地理、數學，中英數物理、地理、歷史、經濟啊、中史呢啲全部都好掂，體育都掂，所以十月十尾，但係最唯獨試係英文最唔掂，哇！真係中曬喎，即係實際上內地人唔識英文啊，真係，所以話佢哋唔識英文，所以佢哋英文唔合格係正常，真係正常，視差環境。即係所謂視差環境的意思就係睇下佢會坐邊度。咁樣你就係32號我哋班，但係肥唔肥、瘦唔瘦真係唔知道。即係話有可能係靚女，可能係衰，可能係樣衰嘅喎。我唔好意思，我只係預期啫，唔知係咪。但係相反，老師 Miss 唔肯透露喎，佢話：喂，我想問佢點個樣，跟住佢又唔透露，因為好簡單，當係一個中秋節嘅神秘禮物，即係以神秘禮物係一定唔會話俾你聽咩嚟嘅，一嚟送個禮物俾你，跟住話十，跟住話誒你到5日之後先可以拆喎，跟住裏邊咩嚟啊？誒唔知喎，即係佢係秘密嘅禮物，即係所謂神秘禮物，所以佢之所以唔講就係想送份神秘禮物俾我哋啊！在最後一天上學，因為10月2日、10月2日到10月6日放假，喂，正喎呢個禮拜，有國慶日，有呢個下晝停課，跟住中秋節呢個交職禮，跟住中秋節翌日跟住環區跑，幾勁幾正啊！即係如果佢都係揀化學科，咁我會點咧？揀化學科真係好巧，如果揀仲埋地理，即係揀仲埋兩科，真係好巧啊！太巧啊！唔知道邊科點？聽日就愛估啦，但係聽日可能見到，聽日就一定要睇。我中佢係排女仔嗰度，如果排男仔傻啊！我要開估佢係邊個嘅？我唔知咩名，但我唔會講個名出嚟，因為你咁樣侵犯隱私，有人知唔知啊？唔係，以我所知，插班生入嚟其實已經唔係第一次、第二次。其實是第二次嚟，而家第一次就是 Form 3嗰陣，即係 Form 3 前一年，即係個內地插班生轉入嚟嗰陣時。聽日開股啊！係，即係我即係見到個單車泊咗喺嗰度。
因為你咁樣擺嗰個位置其實阻住曬嘅，即係你之前擺嗰個鐵絲網嗰位置阻住曬，跟住話跟住單車就行唔到啦。今次呢個所謂呢個老人家活動，即係我哋最尾嗰組表演咧，真係實際上真係好難，唔係即係佢哋知道，即係實際上唔俾廟都知道。我就做呢個旁述，即係我係第一個。嗱，中秋節啦，嗱，中秋節嚟到喎。中秋節咧，我首先會以中秋節食嘅月餅開始講。OK 先，月餅。跟住佢梗係噏到好多啦，個個都有獎品。但係我見咧，其中一個阿伯佢好多獎品，佢個袋已經滿咗差唔多。即係實際上係難唔到佢哋嘅，即係連呢啲上海灘咩？原來代表我的心意，用嗰種佢通通攔唔到佢哋，通通歌都攔唔到佢哋，動作都攔唔到佢哋，乜都攔唔到佢哋，真係佩服。即係其實我哋係企喺度企咗半個鐘嘅，因為好簡單，要全部表演曬先可以走嘅，好辛苦啊！真係又緊張，你表演唔到就一定好緊張。總言之咧，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啦！星期三，中秋。